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在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我们的本师鬼谷先师一再的开示，经不起实践，等于正道的法门是假的法，经不起实践的法是伪法，啊，假的法，那就不是正法。那么，二十几年来，我从生病、净土宗念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佛，然后开始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法宝来弘扬，到现在将近23年。在这一段时间来，我都用易经风水和佛法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十道天心。罕穆罕默德，阿拉所传的法，全部合二为一，刚好完全悟到义之道，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妙哉，妙哉！所以23年来，本人本着还是一以贯之，中华文化道统历史有7000年。7000年也不灭，也不生，而且很自在的，永远在3000大千世界，一直在维系的调和的状态。所以本人23年来，一直在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借由各种因缘，在民国81年开始，借由一位大菩萨，就是现在民视电视台做董事长田在田先生的帮忙推荐，将我第一个讲解风水学这个录影带15卷。介绍给全省，推荐给全省，当时的地方，有线电视，再加上彭白贤立法委员也极力的推荐了，在两位菩萨的帮忙之下，将我们的法门易经风水的法门开始弘扬在台湾。当时最多有200多家的这个地区的有线电视一直在播出，我才印证到易经风水确实是社会上台湾这一块净土不可少的妙法呀。所以一直来呢，我就从不懂，不会制作，借由我们的弟子王兆禄元孝法师交代他去和各个电视台然后和台视文化公司陈泰然陈经理接洽和华人卫视台接洽，将我们的易经风水学一步一步的弘扬播出，结果得到整个台湾各界
他的欢喜信送奉行，而且到最后是圆满了。所以本人在7年前啊，将近8年了，在台视，在台视由潘维刚立法委员啊，他所主持的银发俱乐部啊，里面呢播了32集，每一集6分半钟，就讲解风水学与人生，而结果得到台视公司也播出了，也得到很多很多信众的爱好，所以借由这个因缘，潘维刚啊立法委员他的因缘呢，啊，我们就将啊这个法，借由台视文化陈泰然经理啊他的促成啊，所以啊啊我们也就在台湾电视台开始播出，先由1个礼拜3天的播出，每次播出只有7分半钟，但是要有这么多的经费哪里来，我们就从啊我们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开始，我们广纳会员啊，接受每个人1个月100块的会费，那我们来作为在台视播出这一些啊妙法啊，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的卫视台啊还没成立，但是我们由个人的制作和我们的制作群啊慢慢学习啊，将这个法呢在台视公司在开始要播出的时候，台视公司开了好多次的会，怕这个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呢播出去以后会将台视的收视率全部拉下来，但是调出潘维刚立法委员所主持的银发俱乐部这个风水人生啊，这32集研究的结果才接受我们的播出，但是播出以后调查这个收视率不得了，同一个时间其他电视台收视率以亿为单位，我们易经风水的妙法收视率都是0.6789，甚至最高到1.4级，其他啊、无线或是有线的电视调查了成绩最多0.15，还不到0.2，啊，这其他0.00级，那么几乎那一段时间呢，到现在来，我们已经2460几级啊，2460几天的收视率都是在各台都是站在先锋。所以我们啊，借由电视台，我也提正确认识到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妙法确实是我们台湾这一块净土所共同需要的文化，也是我们所共同需要的学识和知识智慧，2000多集来啊，我们都还是仰仗着我们所有的功德会，我们的会员每个人100块啊，来给我们的扶持，我们也非常感恩的，因为各位每个月100块的扶持，而使我们的这个时段呢
能够一直播下去。开始我一直想说，若能播一年365天365集，就阿弥陀佛，就感恩谢天谢地。没有想到播下来已经快8年，最近我又由心花一个希望和愿力啊，若能一直播到10000集的时候该多好。啊，我曾经碰过一位台湾佛教界的大佬长老啊，在总统府夜会的时候啊，坐在一起，这位大菩萨大佬啊，非常有修为，很谦虚的禅师啊，啊，你讲这么多天哦，只有易经与风水，你怎么能够讲2000多天？啊，你的文稿从哪里来？啊，你这个法从哪里来？啊，哪一位写给你的？我说鬼谷先师给我的。啊，我们中华列祖列宗给我的。啊，所以可见中华文化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来勤修的和勤洗的法宝。啊，在这么多年来，啊，有一位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就是在啊板桥一位出家的老师傅。啊，他已经96岁，耳聪目明的女师傅。6、7年来，他每天早上，他一定要看我讲解易经风水和佛学合而为一，交代弟子徒弟信众们早上起来先看完再做早课。有一天我去感恩他，请老菩萨给我指点。啊，后来我才从账里面查到，这位老菩萨每个月用他的零用金来布施布施一年几10万。啊，他告诉我啊，要我继续讲下去，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位老师傅他教他的弟子们早上6点到6点半一定要来先看先听中华文化道统，以后再做早课。那么我们这个法门，因为站在台式早上6点到6点半，是我们所有老人家起来的时候啊，老人家比较早睡早起，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乡镇，老人家都会上来起来先听我讲解啊，做易经风水面面观和念佛啊，所以我出去到乡下，年轻的不认识的比较多，老人家认识的比较多，年轻的不认识的比较多，老人家认识的比较多啊。再来呢，我们的官员们啊，早上起来一定要看电视，看电视报道，所以我们这个法门中华文化道统，在我们所有的高知识官员们，他们也都时有所闻，
所以可见中华文化，道同易经风水的法宝，与日同辉啊！中华文化道同七千年，七千年以后，各朝代都有修行的大菩萨们，都是同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儿女们，也都是一直在繁衍的中华文化的法宝。所以本宗们在民国91年辛巳年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在台中道场正式破土的时候，正式成立为维新宗。维新四宗，维新十道天心，人在世间上，万法为心，万念为心，一切都是心。人若是离开心了，就没有法可求，无法可修，无法可谈，无法可传。但是心本来就具有，那么你又怎么传？这以物引物啊，以这个物来引导我开悟。像现在我们的前面莲花，一个开了，一个收起来了。照道理，我们右边是属阴，这边是属阳，阳要开，阴要缩起来。为什么阴开了，阳缩？这就是道啊，就是禅，好吧？这个也都是以物引物。将来我们在禅宗的道场之中，我们是也是禅宗的道场。禅就是不离心，所以叫做禅心，禅的心啊，禅由心悟，禅由心去修，而禅也在心中本来就具足的啦。所以我们禅山卫士台一路走来，从不懂的状态之下，我们各地我们各班从第一届开始已经11年，每一届上课我们都有录影录起来，我们在卫视台完全设备可以完全播出的时候，我们会在卫视台每天锲而不舍的来播出。目前我们由师父本人呢，来讲解的中华文化道统录影带就将近11000多集，11000多集所以这个法可见中华文化道统的殊胜，法言渊博法言它是遍满的3000大千世界。所以唯愿我们禅机山卫星电视台的成立从今天的开播，外面阳光普照，佛光普照一片的祥和，一片的光明，也在启示我们，也是禅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法门就是与日同辉的啦，懂吗？禅机山的卫士台的成立，当然我们要感谢的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一位弟子呢，在我们成立卫士台的播出，那时候只有提供袋子，但是要很多的经费。我们一位弟子啊，就是林仁尚先生，每个月固定拨3万块钱来护持功德会，
但是3、4年内见不到这个人。有一天，我就跟着我们基金会啊，功德会基金会的秘书长、圆道法师和圆德呢，他们先去拜访这一位菩萨啊，结果这位菩萨他说布施对大家有益了，还有什么可以去炫耀的呢？这一点呢，就让我们啊非常惊讶。啊，布施了4、5年，一句话都没有讲，但是每天在看着我们电视的播出节目，而且他也很虔诚的自己施款买了我们的这个播出带，每天如果上班时间以外，好在家里就了解这个易经风水的法宝，所以这位林先生，他有一个心愿，他只是说师父啊，希望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能够一直讲下去，确实对大家有用啊，确实对大家社会很大的帮助。他也用这个法门去印证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们，结果印证结果，都一一的实验验证，好就是好，就是坏就是坏。所以在各界给我的鼓励和支持，和所有功德会会员们，啊，一个月1万块钱，100块的钱的赞助，希望我们所有的功德会会员们，你们一个月100块，若是忘了交的话，请你们赶快缴，因为我们啊，确实越来越多的经费需要来用在弘法。啊，曾经有人问我，说师父啊，在功德会，大家都谈救济，都用救济了，你为什么不去用救济？我说阿弥陀佛，感谢你的提示，但是我的救济方法啊，以不同方式来救济。啊，我们很多人因为住家的环境不对，造成很多不平安，家里流离失散失所，各种的不幸。但是，若是能够用风水的法则，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妙法，将它改善了，他就不必再接受救济，以后还可以帮人救济。所以这好多位菩萨们的关怀，后来悟了，老师有理呀，啊，所以本法门呢，是在帮助各位十方有缘的人们，能够欢喜信受、奉行中华文化道统。我相信每位的家庭、事业、健康、思维等等能够圆满，这是一定的真理。若是一个人他的住家违背了风水法则，我相信他不可能有心安平静的心来修行、来念佛、来布施道场的建设。本身3餐就过不去了，你哪里还有能力去帮助道场建设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有尊严，每个人都有他的爱心。为什么很多的人他在各种无奈的情况之下，诈骗、欺、强、夺、盗、逃等等的烦恼事、无奈的事情都在发生，因为违背了易经风水的法则。
所造成的人的无奈。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法门确实借由各位功德会会员们每个月100块也得更多的护持啊，让我们的法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面面观能够在台湾电视台早上6点到6点半，晚上台视数位台11点半到12点的播出，而能够普利的整个我们的人，普利的社会啊，世界各国能够收看得到的都有帮助。这也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他有道家慈航23年来的用心啊。禅经双修见真心，老天赐福见天坛，足得流芳禅机山。黄道之国平天下，禅经双修见真心，老